大家平安，我是田宏的牧师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，这些牧师来读十一节。为了安尼，我也常常替恁祈祷，愿咱的上帝看恁做会堪得的，会堪得的所受的条，佮用关联来圆满一切所羡慕的好。甲对神所做工，予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伫恁得到荣光，恁也伫伊得到荣光，照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。帖撒罗尼迦这间教会，因只拄到一个足基本的信仰的问题，所以保罗有写批，伊有写简书，后来伊阁写第二张批是后书。前书甲后书写批的时间，隔无偌久，所以你会看，会当看出保罗足迫切的。第一张批扎去，然后到第二张批对后壁伊阁来。最主要原因是啥物？最主要原因就是保罗奈有即款的苦心，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即个问题，因感觉真困扰，因感觉真大的问题。特别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真侪人相信主耶稣不来的日子已经到啊，主耶稣不来的日子已经到。保罗伊为着提醒，啊，算讲是纠正这款的错误，并且伊要指出，伫耶稣过来以前，有引诱人的要大大罪工。各位姊妹，什么是引诱？如果引诱诱惑，引诱这种物件，那是咱一个看就知影，迄就是歹。咱真紧就知影讲安尼唔通。引诱这款物件是甚物？伫你的情形的中间，互你感觉合情合理，甚至是合法，所以哪会袂安尼信？迄阵因拢讲有一块人咧讲，耶稣基督已经再来。特别因迄阵教会拄到足大的困难，拄到迫害，拄到苦难，所以耶稣基督若再来，你想是毋是最大的安慰？主已经再来啊！但是问题是，毋是讲主有要安慰，无要安慰，要紧是这是毋是健康的信仰的观念？所以保罗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总是更加要紧，伊阁写后书，阁一摆要来提醒，因这教会信徒唔通有错误的了解。保罗清楚知影，当时的教会拄到相当的难题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如果那迄阵主耶稣再来，所有的问题拢解决干唔是？但是保罗颠倒提醒，因要坚守信仰，唔通失落这基督徒真实的画面。像是在上困难的时候，保罗给他们提醒勉励两项，一项是你们要好好出来来行好行善，就是你们要好好行在上帝所欢喜的，而且我跟他们说一项，你们要自己亲手做工，能够维持你们自己的生活。这好像是一个对照当时亚罗萨林的教会，因为亚罗萨林教会因一时间也相信说主说我再来就治军了，因想说主耶稣上天两面就过来，所以亚罗萨林的教会因为将所有财产都卖掉，然后反面供养那一时间教会在亚罗萨林非常的兴盛，因为大家将所有的财产都带入教会。总是后来日子是久，主耶稣再来日子前延前去，其实这有上帝好的意思，因为福音就要传遍全天下呀。不过对着当时的教会，因的了解有限，会记哦。迄阵教会也无圣经，嘛也无信仰告别这种物件，所以因是咧摸索的中间。所以啊，照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，亚罗色林教会也好，因伫了解中间有淡薄无够周全，至到保罗伊加用几句话来说明这款的信仰。我想这嘛是出自上帝真好的听。不过现实的问题是啥物？因对着迫害，所以保罗直接甲伊讲：上帝拢看见，上帝拢咧纪念。咱今日行这个代志，是讲咱会堪得入上帝国。迄、那个加添咱困难的人，你就教我讲伊的上帝。心愿在的主，主再来时会照达人所行来审判，所以咱卖阁去想遐个，会记着
常常祈祷，祈祷无煞，存欢喜的心。第一，咱会堪得咱所调的调；第二，互主耶稣伫咱的心中得到阳光，咱嘛得到主的阳光。这是保罗对当时的信徒一个足大的祝福甲期待。晚上的祝福咱，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有时教会对信仰的了解与有限，总是阮都爱对圣经来得到纠正。不过今仔阮读到圣经讲，阮都继续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，听候主来，坚持信心。愿主你搁一摆鼓励阮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